社区活动中心内底真济爸爸妈妈是微微做伙在收着这个营养，不管是白色还是红色，看起来咱相当好食款，形体阁介专业。今仔日是元宵节，小卡推啊，这个多良社区特别来举办着这个收营养的活动。一般元宵就是咱的中国传统，所以讲我们是水鼠啦，这样子的。一般来讲，我是讲，我的量差不多200分。以阮社区的会员来讲，差不多要150个遐。但是其他我嘛是讲爱摕出外口，一寡弱势的吼，我嘛是会去遐关心着，对的。因为元宵节社区有食营养的这个习俗，所以讲社区顺应民俗举办活动。妈咪讲现在在好当着武汉肺炎的碰碰烟，参加的这个民众，大家爱挂上着口罩，特别来入来，搁爱来喷着酒精来消毒。公所嘛由着区长李宗翰亲自到场做着防疫宣导。是，阮大家拢足惊吓，唔免惊吓，因为真拢无阿未有社区的感染吼，所以大家卖惊吓，啊，健康吼。勤洗手较重要啦，哈、啊！你要食啥物物件，就尽量勤洗手就好啦。因为这勤洗手是一个习惯啦，哈、啊，卫生习惯，不管是有没有武汉肺炎时阵，咱养成勤洗手的习惯。多龙社区的会员大约是有上百人上午的收营养活动，主办单位特别准备了将近200人份的营养汤，会伫会后分送给社区的会员做分享。南天新闻陈义祥、刘雅采访报道。